搬搬走搬走吧，搬走吧，搬走，带走吧，带走，带走，带走，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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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任务失败，车太远了。我说载具已损毁，被弄坏了。耶、yeah, ，可以买啦。强灭八是准则唯一的一台超级跑车哦。买了买了，强灭八，我们看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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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然后劫抢劫应该还是这台吧。嗯，工具类的话，有枪有防御，比骷髅马强。可是他坐的位置才两个，不是吗？是啊，两个两个两个。哦，为什么在刷哈基姆？问他们啊。嗯，那问你啊，你自己讲的。为什么你不跟着刷？我又不是刷这个。我说观众啊。看一下，强灭八它是跑车类吗？看一下啊、哦，浮夸这个吗、嗯？这个吗？强灭八170万。哦，哎、欸，不是我打的，快跑哦！要弄就要弄那一个，我再弄他，你就每次挡在我前面，我能怎么办呢、啊？不是，我会大笑是因为他是要打我。T20 挡在人家前面，你干嘛打我？你是暗恋我？哇 ，T20 这一台啊，这一台也不错，可是它好贵哦、喔，220万哎、欸，买了吧 ？T20 220哎，然后强灭八是，强灭八干嘛？170、180其实差不多啦。我想蹭它、嗯，可以解释一下。金海远现在820万的有，嗯，都拼折价、啊，40万买啦、啊。没有，我们是买过以后，它是整修的价钱啊。哦，嗯，买过之后就是变整修价钱。来，就来，就来。对、啊、对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我刚刚说哪一台啊？好。啊，对了，先买那个好了。哎、欸，这样子我算解吗？129万，我看它在里面哦。对啊，它在那个那台车里。哎、欸，我要以首领身份解才算呢，我这不算。要对啊、欸，一定要用首领身份解啊。解什么？啊、就刚刚那个任务。嗯。哦、所以，如果你要折价30万的话，就需要用首领再解一次那个任务，它才会有折价。那是 CEO 还是摩托邦？都可以。我现在是用摩托邦。哦，好。你有机动载具吗，繁星？啊，没有啊。我是要躲警察了，我对这台车没兴趣、啊。好。买了买了，钱再赚就有了。嗯，这样说没错啦。啊。嗯。这台是蛮帅的啦。他自己做什么啊？那么多警察、啊，是你们吧？没有啊，在炸你的车而已啊。就是、欸、不对，就是啊、靠，炸车的是你耶，我只在玩我的枪而已耶。炸车的是我。这边有金海威远的可以买暴君二啊。对，这你可以先买下来，现在折价。对啊。唉，怎样？你又没钱了、哦？那个是必要的一笔、嗯。你想要飞天车就是这样，或是你可以买那个啊，另外一台啊，德克斯特啊，或者那个啊，什么个人飞行器啊。哎、欸，他自己旁边好多警察、喔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对啊，他到底做了什么啊？嗯，问你们啊，杰克啊，你哦、喔，这是怎样？我靠！你炸了、欸、不是啦，我说哈基，不是说你。没有交通。哎、欸，他不给我买，为什么？这个嘛，我、哦、要选颜色吗？哦，选完颜色之后才给买。哦。
也有人推墙灭霸啦，人家都推荐跑车了。对啊，墙灭霸是在哪里？在一样在跑车第一台，跑车页面的第一台。墙灭霸哦，嗯，这台怎样？很轻吗？你买了吗？我还没买，我有人推啦，但是我还没买。我这边有人推嘞，也是墙灭霸吗？我买看看啊，我来买看看。那你改好借我开开看。好，先随便啦，先送个地方。对啊，赚了一辈子的钱了，五分钟就花光光了。一辈子的钱？五分钟？哪有啊？你知道逛就有钱了。对啊，对，是，有挂就有钱。说外挂的挂吗？逛。为什么车是翻的？你要问哈吉。嗯。不是啊，我在那边，我没有在那边、啊。他刚刚就事后不理了。我离开很久嘞、欸。哦。所以离开开警车。所以他离开很久嘞、欸。他后知后觉啊，被还发现。什么？阿纪哦，这样唔汤啊！我离开很久嘞、欸。哇！先站先站。没有，现在不是我，现在是那个车翻掉的。啊？什么东西？没事。我等一下就去花50万哦。花，我值得。花。我还没改过的五针塔炮，这里看起来好土哦。哇！而且还没改过只有火神呢、欸。下车。好吧，又惊喜了。借我车啦！哇！被碾到了。怎么了？然后帅气夺过。过来的车，嗯，所以现在要玩什么啊？对，看你们要玩什么啊？都可以玩。引擎要玩差事，还是要再玩一些抢劫之类的？不知道，竞速，我是都可以。还是找一些奇怪的竞速、欸。对，好像也有人说泰泽拉克、欸，泰泽拉克、哦，我记得这一，我好像有开过，好啊，可以，我好像有开过，我车不知道好了没？泽拉克，就他是不是很轻又很好开？车牌，泰泽拉克是在哪裡？反应是地雷，是不是要先去？白痴哦，有了啦，一都有了。这里好，先回去。悬吊，嗯，有在改那个，在什么武装坦帕，武装卡帕。泰泽拉克超过了，超过什么？在左边那一排哦，好啊，要解锁哦，这一台哦，哦耶，好像是这个，好看吗？很流畅。哦，啊，这三个都还没解锁，可恶！我买这个好了，这个推吗？拉车很，哪有？最贵的车，那推不推？贵是其次。我总记得我有开过它，我记得它好像不错。买了啊，觉得不错就买了啊。嗯。欸，我订的车到底到货了没啊？这家的车都不错。进行差事收场。配加息。怎么太亮了？哦。我那时候等车好像等了10分钟吧，所以可以玩一场。哦，好啊，好啦，这次买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斗技场之旅是什么？这个人怎么这样开车的啊？哦，二楼。哦，购买失败。怎么了？我在车子上买东西。哦，不给你在车上买。啊！
他自己在干嘛？啊？在看他讲的差事啊。哦。他选差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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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不是莱斯特，不是你，我不知道打给莱斯特。我的技工呢？我的技工在这。好频度好差哦。嗯。阿伦，强灭霸出现了，啊好，可以，耶，被改车了。强灭霸第几队？买了啦，买了啦，买了啦，不用推销，我已经买了。的脑波就是这么弱。哦，想要脑波弱，今天兔子叫我测试一个什么，你是不是符合什么男友的宾果那个？啊，那看里面，我仔细看完选完之后，我的心里想说，干，这是哪个公主病的女生出的啊？怕小强啊，会接女友上下班啊，会下厨给女友吃啊，会帮女友吹头发啊，有的没的那种。然后说好，现在换你，只是把一些东西改成男生的，这样他说什么会嫌女友胖，就改成会不会嫌男友瘦这样子。然后兔子就犹豫了一下，就打点点点点点。来呀、啊，抢灭霸哦，挑我。1795这个、哦，我觉得斗技场上的车买来改一改也很好玩，还能开在街上。斗技场不是都200多万吗？对耶，我要买一个，那个路霸的，是可以把车铲起来的那一个。哦，很好哎。哎、欸，这个引擎有没有改速度？我的速度已经极限了是吗？引擎没有差了。看，我把改最好的好了，排气管。你说已经顶了吗？它已经顶到最高啦、啊。再顶顶上去吗？我记得是没差了、欸，哎，这就已经真的是没差了。遥控炸弹喇叭，不不不不，不不不不。哒哒。哇，这一台是什么？好北汽哦，活该。摇嘞，好。哇，今天都没播广告、欸。这个好了，循环有人播过了、喔。涂装防盗，买买买，全买全买。导流板，买买买买买。这个吧，可能问，我觉得这个还不错看。赛车级，这个也不错看，这个好。Hello， 等一下啦，我在改车啦，等一下啦。所以你们等一下都，你们要到12点吗？到12点啊， 我可以啊。我拒绝了，我到12点了。啊？我拒绝，我到12点。我拒绝上帝了。哦，杰克要被召唤了、啊。上帝还没找我啦，我不知道。所以你要陪我们，还是陪上帝？我在想，可是我想要剪片，我的影片还没看完啊！明天就要上去了、啊，要懂得拒绝，要经得起诱惑，经得起诱惑。就算现在有个裸女躺在你的床上，你也说我要剪片。好啊、哦，等一下，我发现他这个车头没有很好看呢、欸。他很快就好啦，裸女的、哦。不是，我是车子哦。你们都没关系啊，你不常看到前面呢、啊。是啦，这好啦，你都是看着他的屁屁啊。用第一人称玩，没事，什么都可以解决。啊，前面那么，你说前面丑是为什么？就没有很好看啊。背后看起来像两个鼻孔，还好啦。我觉得他车头没有跑车的感觉。我准备好了。好了，那就公里。这是什么？特技竞速。载具类型机车。不是脚踏车哦，机车。换脚踏车啊！走了。
哎、欸，去换脚踏车啊！来不及了。哎呦，七五公里，现实七五公里真是累死。可以用制定的吗？用吧。装。好。街头恶魔。我又想买一台摩托车、欸，哎，我找不到那台摩托车叫什么。哪一台？那台摩托车是有超多超多后照镜，超多超多后照镜，看起来超像那个抓宝可梦用的那种，就差好几个手机的上面吗、啊？对对对对对。嗯，哎、欸，其实也不用哎、欸，它好多车好棒哦、喔，正太郎那些。嗯。我没有选到正太郎，这是啥、啊？哎、欸，这什么啊，哥啊？你这是玩什么啊？我也不知道，随便选的。嗯，两圈。哦，我总觉得有点印象啊。哦，我被撞。这是在玩什么去的、欸？我觉得有点印象哎、欸。我没玩过这个、啊哦。我绕回来了。欸、有绕回来吗？好像不太一样。哦。欸、跑到上面、哦，跑到上面又好像有印象，对不对？只是好像晚上变白天而已。谁啊？我。我完全没玩过。其实那时好像大家都是选正太郎吧。记得我没玩过这个，有啦有啦有啦，我见之后后面阿米狗玩的吗？阿米狗没玩过这张吧？等一下走错路了啦，是礼拜六，我记得有啦。那次我在吗？好像是你开的吧？忘记了，因为会开制定地图，好像我们这边就只有你耶。嗯嗯，那是不是还有杰瑞在啊？是这一张吗？很有印象哎。欸、我完全没有半点印象。哦，对呢。啊！那太黑，我还站起来玩，气死！这里哇，飞出去啦！哦呦！这个好危险，超危险！哎呦！我飞出来！啊！他怎么在？他路怎么屁嘞？屁嘞！耶！谢谢阿基，设计的屁嘞，屁嘞，啊屁嘞，屁嘞，开的哦，屁嘞，你可以掰，有人飞的，屁嘞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哎、你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爬步！啊、有人把我撞死！哎、欸、你完蛋了你！蓝色小精灵，我来了！你不要跑！哎呦，我刚才弯得很好，撞出去！弯太好了，给你一点奖励。这个奖励我不要。哇、哦，屁眼三角！哦，什么屁眼三角？哎，啊，这样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杰克怎么了？你干嘛啦？挡在路中间！慢慢来，这路很小而已。拜、欸，杰克！啊！这也太……哦！雨第一啦！挡在路中间呢、欸、哦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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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
前面的谁？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就是你。这里。冲啊！我要冲第一个。啊！你又怎么？听起来很开心。没事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听起来蛮开心的。在同一个地方撞两次。